Hello，因为我们要做所谓芦荟皂，所以有来采收这个芦荟。那芦荟我们正常是要2年生以上的芦荟呢，比较适合。那采收芦荟的时候呢，我们正常是从下半部这些芦荟呢，来做采收。那其实采收也很简单，就是把它往下折，然后它下面呢的这个痕迹呢，你就可以把它采收下来，就像这里。那我今天没有带刀子，我就用剪刀随便剪一下。那它其实很软的，它并不是很硬。那只要你稍微剪一下，它就掉了。那因为芦荟在制作的时候呢，它需要泡个24小时。他们是说要把某一个东西给消除掉啊，这个烂掉了我们就不要了，但是你也不需要把它剪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它本身来讲，这个芦荟呢，它这个可以再继续生长它的小孩啊。等一下我可以拍一下给各位看一下。那我今天应该收集个2只，就应该够了，因为它的数量并不需要很多，那我就剪个2只。那这等一下还要去泡一下水啊。你看它后面就有很多它的这个小苗，那这些小苗呢，还要再过个我们讲的差不多2年的时间，我们才会再来采收。OK，那这是我们的芦荟采收。我们准备再继续下去看其他的喽。我们现在正在帮芦荟做排毒的程序，那至于它是排出什么样的毒呢？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他们在网络上有诉说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大黄素之类的东西，它会释放出来。那我把它泡在水里面以后，发觉它的确让水的颜色呢，有变黄的趋势。那对我来讲，因为这个是我初次尝试，那我当然不会拿着自己的皮肤开玩笑，所以只要有人告诉我能排什么，我就姑且信之吧。那我们现在就让芦荟呢，浸泡在水里面24小时。那过了24小时以后，我们再来做萃取的动作喽。Hello，大家好。那今天我们要做芦荟萃取。那这个芦荟呢，我们已经泡了24小时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帮芦荟呢，所谓去皮。那因为我们这一次芦荟的萃取呢，主要是做洗碗巾跟洗发皂，所以它并没有食用的部分，所以在洁净度上面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。那去皮的方式，它当然有很多种。那首先呢，我习惯第一件事情，先把它两边的这个会有刺的地方，你可以用刀子呢，先把它给削掉，因为这样你在去皮的时候呢，不会被它刮到，就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就可以消失了。那你可以先把这个皮呢，旁边的，先大致上把它削掉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习惯就是它是有平的，比较平的，还有一个比较斜的。那斜的部分我会建议用刨刀，这样由下往上，直接这样轻轻的削过，你会发觉是不是很透白的芦荟就全部都出来了。那这是最简单，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，而且你的手呢还不会粘的。整个都是芦荟的样子。那当然，你下刀的这个所谓深浅呢，也是熟能生巧。反正你做了一次以后，你就知道应该是在什么样的刀法底下呢，芦荟呢比较容易被你削起来。那我习惯呢，你看，我总共削了4刀，然后每一刀呢，你会发觉很漂亮。就只有皮就起来了，那接着下来呢，你就会发觉底下这一块呢，你就用刀子，
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吃过那个日料啊，日料的生鱼片，它的做法跟生鱼片的切法其实很像，就这样平躺这样推过去，切下来，OK。你会化解，这就是我们的芦荟，就是那么简单，就这样一整条就 OK 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芦荟起了下来以后呢，那它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套进袋子里面，然后萃取那个芦荟的汁。那你要萃取的时候，如果一整块可能很不方便，那我是建议你呢，就用刀子稍微切一下，不要那么大块哦。当然，你也可以。有些人说用果菜机啊，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主要是我怕麻烦啊，所以怕麻烦就是我这样的话，很快就可以把芦荟的汁呢萃取出来的话，我就不想再洗很多的工具啊，所以我正常我的做法就是直接把它放进这个袋子里面，然后呢怎么办啊？温柔一点哦。慢慢的，慢慢的啊，揉它，那它就会产生汁液，哦，就会流下来。但它汁液或许不多啦，但是它这个出来的汁液呢，就是100%的芦荟原汁。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呢，慢慢的萃取。OK，那这出来的黏嘟嘟的这些东西呢？就是我们讲的芦荟的研制，那我们的芦荟萃取的方法就是这样。那萃取完以后，你可以依照你所需要的，比如说，你要做洗发皂，OK，那你就用直接不用再送进冰箱，你就可以直接做。那你如果说要做洗发皂，因为它要经过氢氧化钠，那你可以把芦荟呢拿去冰箱里面，让它先结冰。那这个是我们芦荟的萃取。OK，我们就先拍到这里喽。